我快忙完了，晚点到啊。OK。大家跟着我走，我们就是吃了这家店的蛋糕才上吐下泻的。这家店的食材是不干净的，变质的。你们谁啊？你们看，这个坏的蛋糕还在这儿。哎，你干嘛？我要报警了。闪开！来来来，跟着我到后厨，后厨绝对有不干净的东西。来，跟着我走，我们去看看。大家看，奶油已经过期，这里面还有不明沉淀物。这桌式蛋糕的水果却更可怕了，你看这上面的霉点。这我刚买的，不可能过期。你别再拍了。这些话你留着跟网友解释吧。我们走。哎，你，收到了吗？我就猜到是你。我的东西没有人能抢走，我是不会离开他的。你别再做梦了。听说他的智能家居系统计划找到资金了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猜因为你他会失去多少？今天采购的食材我没检查，然后来了两个人，他们说我是黑心商家。孙墨云，对不起。这个蛋糕是做给我的吗？我准备了好久，没想到这个蛋糕是我吃过最好吃的。